全程吧，这种不是都全程吗？我刚好跟他快最后再跟他聊。他有说什么吗？上嘞、欸！可我从来没上过废墟伺服器、欸。这有积分吗？我觉得我来韩服这边打应该被虐吧？有没有要跟我打？有没有来一个猛的，要不要？有没有人要跟我打？怕我那么久没打，一进去把人家虐翻，他会哭哭啊！有没有要跟我打？有没有？
哎、欸，朗博也把上来 PK， 朗博也。有没有人要来决斗的？必须连不上，真的假的？进，你要跟我打的，来上，我们上那个，我们开一个频道，来。灰三九频道，来，我们在灰三九频道，来，我在灰三九频道等你们了。不要，我们来的，我们就来灰三九频道，我就跟你决斗来。在那个必须伺服器，我也忘差不多了。必须是不是第五个？哎 ，Q9 是谁？Hello, motherfucker， 哪个要先跟我打？这是尖吗？来，我开。密码379啊。我挑一个比赛图好了，不知道什么比赛图。
这张好像是比赛图哎。看你们认出哪些是比赛图吗？你们认出哪些是比赛图吗？干！有没有人可以一眼认出那是比赛图？我们就打那一张，好不好？游戏音乐偏大声的，我调调。没有失落神庙，失落神庙没有在这边。The Hunter 倒是有了。Last Temple 好不好？啊！名称379，密码379。我这个、哦、四川话、啊，四川话。哎、欸，六探，这个是四川话，你下载下来，它自己就有四川话可以用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这个不是四川话，我这个是全音，就是我没有四川话哦。全音幕他就自己抓到。六探。还不加个好，还不加个 mod。对吧、啊？来，哎、欸，这要怎么分啊？这可以 OB， 你们两个先 OB 好不好？我要虐这个，我要虐那个台大的好吗？来来来，欠虐欠虐 ，Ready？ 哎呀，我们小时候屁孩都做这种事好吗？我靠，开始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定虐他。我跟你讲，别闹了。他妈，我在打星海夜的时候，他妈他还没出生啊！我是要调大调小声一点啊！这样可以吗？音效很大是吗？哎、欸，这就是我小时候玩的游戏哎，我小时候就玩这个星海争霸一。别闹了好吗？以前高中放学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高中成绩会那么烂？别闹了好吧，就是因为这款游戏啊。我就是翘课去玩这款游戏。干，我当初玩这款游戏，后面围了十几个人在看呢、欸，网咖哦，不补了，太神了。乐剑已经忘光了。有点那个啊，
哇，脚高。怎么那么那个啊？不要偷仔片哈 ，OB 不要仔片。我跟你讲，煎他的那个门一定是封不起来的。I long for combat. When man calls for a duel, he sought for a duel. I long for combat. He sought when man calls for a duel. I long for combat. He has.深色城，干那个啊！哦 ，shit！戴尔尼，哦，好猛哦！啊，对啊，他会顿得一下。我跟你讲，你们每看到一次这个，就表示我按了一次 F2， 因为那是我 F2 的那个星海二乐剑的位置，所以你们每看到一次，表示我按了一次 F2。哇，我没有射热箭，他要星海一的那个，星海一的那个叫什么？地狱编队非常重要，因为你没有办法，你必须要有地狱编队才可以让你迅速切回你的基地，这超重要的。我又按了一次 F2。然后一般他的箭珠都会盖得很近，因为你比较好生兵。干！那机枪兵超烂。
Make use of the stuff. Confirmed. Initiated. 我想一代没有人没有再出枪兵打打神族的，因为枪兵太烂。Upgrade complete. Iron instructions now calls. I am needed. Some come at us. Make use of me. My life for I. Here's who must construct my destruction. I am needed. You are constructed on this so pylon. I'm waiting. Some command us. Receiving. Input command.我觉得镜应该没有盖那个，他这个要告那个扫描的建筑物，刚好被他的那个被他的补给站卡住了。他这边要盖一个，这边应该要盖一个扫描的东西，但他不知道补给站把他卡住了。Your warriors have engaged the enemy. This Jin 很明显就是不会把这个游戏所以被虐，太惨了。真是难，还有谁要打？啊靠！按到跳出了。KO9 要打的，他不知道强不强。来来来来，我开我开。我们同一张图吗？我看有没有比赛图好了。这是比赛图吗？等一下，我去查一下，我去查一下比赛图什么 ，ASL map。ASO 等一下我查一下 ASO 它的地图库有2016，他们2017的。Shuttle 啊，这是第一届的。我是要查到是第一届的，但是我要查不是第一届。有没有 Season 3？ 有欸，我看一下他的图有 Out， 可是我有办法直接搜吗 ？Out
Outsider， 等下要上页。Out， 靠腰。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我们还是打。我觉得他那些图应该都是要上他们的那个美国那个韩国官网抓、欸，我们就打我们旧图好了。我们要打 Lost Temple 吧，好不好？还是你要打 The Hunter？ 那个大家应该是打 The Hunter 好不好？经典中的经典。来，经典中的经典。来，你也是玩神主的、哦，还是用虫族跟你打？我用虫族跟你打吧。可以载到地图，真假的？哎，真的哎。我本族是从神族啦。我的星海的最后几年玩的是虫族哦，不是神族。一代闪电超强，这不是重制版，这个是韩国的版本，韩国版。好啊，还是我把它音效再调低一点，这样，这么好一点。其实 The Hunter 不适合一打一耶，你看这个他妈二矿是没有瓦斯的，是怎样？啊！我又按了 F2 了，真尴尬。
欸，奇怪，这个狗一条是多少钱？我又按了 F2 了，真尴尬。别小看星海一的狗啊，星海一的狗是神一般的存在啊。欸，这个矿很多哦，这个矿你可以踩很久才会干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又按 F2 了。升个王虫速度啊！王虫速度我记得要二本才能升。啊！我又按 F2 了，真是尴尬。可以盖防空塔、啊。
欸，还有 A 片呢，224，老了。以前打新海一的 A 片是300多啊。滑起来，滑起来，惊悚。怎么样，老魔岩有没有兴趣啊？连卷要打着，来来来，连卷要打着。我们打合理一点的图啦，我们打 Lost Temple 好了，它比较合理一点。风暴之眼，等一下啊，这张图好像是比赛图哦 ，Eyes of the Stone。他是上一季的，我看一下，他好像是 ASO 第二季的图，看一下 Eyes of the Stone。对，这张图是比赛图，哎，打仗好不好？比赛图合理。我也没打过这张图，我也没打过。一打二合理一点，这样。哎，我应该打 Win 收贝啊，他很强哦。你要到 Fish 伺服器哦 ，Fish。Fighting Link 是干嘛？来，雷迪，干，密码379。用人类吗？干，我人类很烂哦。啊，不要 TVT 好了，我想一下哦。干，可以打中文嘞！干，你知道以前新海一是不能打中文吗？为什么老魔可以打中文？新海一不是不能打中文吗？以前我的英文是怎么练的？就是玩新雅一跟外国人沟通练来的。Hello, where are you come from? 干，为什么他可以打英文、打中文啊？太扯了！像他们这种可以打中文都是邪魔歪道啊！我们正港的星海一玩家是不打中文的。
瓦烧一百，一百钱。怎么叫？怎么叫出来？每分钟操作数要怎么叫出来？他瓦斯踩一次是八，星海踩一次是四，哎，没有，星海踩一次是五，这个瓦斯踩一次是八。他现在这个版本的是可以直接显示你的 ABN 的样子。他射这个就是针打针的。大贝子样，好好好。要一打二啊、哦，认真，何必搞成这样呢？干，这个矿是怎样？为什么没瓦斯？这张图应该不是，对，它不太一样。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播这张图的时候，它不是长这个样子，它应该还有另外的二矿。一代音效超棒的哦。千万不要挑战龙骑兵啊！
来 ，Friday 加老王要不要二打一？怎么样？对吧 ？Friday 加老魔炎，你们两个打我一个，要不要？Lost Temple。啊，这张图 Jungle Story 这张图我打过哎、欸，这张图是之前我打 WCG 的其中一张比赛图哎、欸。来来，你们两个打我一个，来。用随机哦，其实我可以玩人类啦，你们想看我玩人类吗？啊？要？对啊。你该不会丢到扫掉了吧？不可能啊，它那么大一包。哦。我打完我要，我怕我死掉了。Super 什么鬼东西？他怎么进得来？你怎么进不来？想看遁地兽，那我只能选虫族啊。对啊，一代飞龙很强，一代航母也很强，一代大河还行。所以你们要我用什么？你们要我用什么？我要用哪族？小白加屁呀、啊！小白是哪个？自己进来啊！随机哦，好，可以啊。小白，你进来吗？小白。频道是 HUI 3 9，我的你就直接打名，游戏名称是39。哦，小白进来了，所以小白跟我一队吗？还是小白跟我一队？小白那么废，应该跟没有一样 ，OK 吗？喂，来了他们，我干他们，他们仨觉得你很强，不然你跟老魔炎 PK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
先打一场，让我回忆一下嘛。所以别急呀、啊，我觉得这个这样子很合理啊。我们两个老人打我们两个年轻人，很合理啊。啊，好，而且再从我一个即时战略新牌铜牌成这样，你都在怕，你到底在怕什么啊？好久没打，你看 Friday Lin 说他好久没打，不要他打过哦。干怎么离离离不干？怎么会离开？有可能会断线，你再连看看。哎、欸，凤凰在、欸，猛的，要怎么加他好友？这个凤凰，我可能打不赢哦。这个凤凰我可能打不赢哦。那我随机哦 ，Go。我想改一下声音哦，好大声哦。你说游戏声音哦，你要进游戏里面再调。喂，喂，干，我又是这个组。开始哦，靠牌子，跟我讲一声。这个开始超快的好吗？我整个超级不习惯。我觉得我实力回复的蛮快的哦。我觉得我是二打二啊、哦，二打二啊！哎，小白不会玩，我也不会玩啊。干你星海二那么猛，这个跟星海二还是有差距啊。干这没有差很多哦。你星海二是个白，是个钻石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不会差到哪哦，东西都差不多，你说是不是？差很多好不好？哎，白球要怎么喝啊？白球用两个圣堂武士喝，两个圣堂武士嘛，然后红球是一个圣堂武士，一个那个红球是两个银刀，他不能搞基好吗？你以为哦，会不会可以搞基？你以为一代可以搞基吗？一代是不能搞基的。那个 OB 那个凤凰我应该打不赢他，太久没玩，他如果还有玩的话我应该是赢不了。你要打什么？先看看吧。好，你先玩自己的啦。好啊，先给你 carry 嘛，好不好？我应该可以一个打两个。刚刚说很烂，现在跟我说你可以一个打两颗，不是啊，我是说小白很弱，我没有说我加了小白，我就要靠他，我还是一打二啊。哦，也是啊。有没有小白？我觉得我跟小白 PK 会输小白。不一定，你没玩过，跟小白有玩过，但是小白他底子就那样子嘛，他玩过不代表强啊。你知道星海一有很多那种觉得自己很强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以前的那个资讯比较封闭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跟网络上的人有太多的交流，所以你在自己的圈子里面，你会觉得自己超强。真的，真的、哦、没嘴炮。哦，我能明白啊！我当初《世纪帝国二》可以打一个人打七个龙圈啊，然后后来上线打我被虐啊。真的。从那次之后，我就觉得啊，原来我很弱。哦，对啊，小白，你的兵要自己拉过去踩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他有玩过哦。他是 OB 吗？他是 OB 啊。哦。不然为什么我的？哦，我的。为什么他会觉得我没有在采矿啊？我每一次工兵都在工作哎。他应该是说我啦。他是说我。他搞错了，是。刚刚在发呆。最近是我吗？没有，他搞错了。干，我又按 F2 了。哎、欸，这真的是可以改善我 F2 的问题，因为我按、欸、超明显的啊。我也是按 F2 你知道吗？我只要一按 F2 就会出现那个选单，这样超干净啊，干超美琪。打这个可以改善自己的基本功。矿他小，炮妖，所以我那是火妖。怎么了？对不起啊，不要过来好不好？玩一下啊。
我觉得你的流程跟我很像，龙龙。刚刚看你，我就被吓了。刚看你台，你把我被吓了。中间我就不知道怎么办。也可以问一下吗？那个什么，那个工坊还是在那个 DM 吗？对啊。安安，小白他可能要去操你哦，因为我刚刚被操过一次了。哦。其实有点延迟，工兵卡在里面。对啊，其实有点延迟。对啊，韩服是有点卡。哦，太鸡巴了，打了他。看，只有单，以前都只有单瓦斯，因为他踩一次是八。对啊。I am meeting. 哦不，怎么了？你欺负我的工兵？好多，撑住啊！小白，你有办法自己来吗？可以啦，看你的兵看起来不少哎。妈的，为什么要欺负我的工兵？哇，这歌好经典哦！哎，有个像长得像蜘蛛还是什么东西啊？蜘蛛？那个长得像蜘蛛的建筑？干！乌沙小，这是什么、啊？其实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乐坚什么？你说 V O 吗？B B 有两个 B。V B 那个是出金甲的。哦，原来还有这个东西啊。是吧？你知道什么金甲吗？像什么那个是那什么？就是像毛毛虫的。哎、欸，对的东西吗？你知道它的威力吗？很猛啊！看你在那个波星海的时候，我在看它。那你有感受过它的威力吗？哎，不要这样打我吧，我不想，好不好？干卡人口，要打你想出来打我。哎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我看到了。怎么了？我真的超。算了，我可以跳了。不是啊。好啦，我走，才杀几只龙而已，不要生气嘛。全部的龙都没人，要叫杀几只？OK， 没关系。不是啊。哎呀，观众想看嘛。
我之前的习惯，我工兵都是一次点两只，因为太容易忽略他了，所以我都一次做两只。而且以前没有排程工作哦，你们没有 shift 做建筑这种东西哦，你要一个一个按。没有做到那个，我子弹没升，看我呗。干，我没有升子弹，被子干老师刷知道。忘记他跟星海二不同，他没有办法自己做。我靠，你干嘛、啊？干一波哎、欸！对，好，凤凰晚安。星海一的白球没有那么强，它不像星海二是什么巨型单位啊。对啊，刚打起来觉得没有强。对，所以其实不用太依赖。我本来想打白球闪电，白球然后配那个提速狂，是可以啦。神打神是可以这样打，神打神确实是可以。如果你刚刚没有闹到我，我现在兵带是刚刚的两倍。当然要闹你啊！我若没去闹你，我的兵也会比他多啊。刚躺有点痛苦，可能完全要一波了。对，然后没有，突然间没有农民，我看到来不及了。啊啊！我都在那个。对。因为我只记得这个科技树，剩下我都不记得。哦。对，我剩下的我都不记得，重点是我不记得科技树，所以我不会合上去的。那什么凤凰要怎么出啊？哎、欸，还有那个不是凤凰，海盗机啊。啊。还有那个什么航母要怎么出，我都忘了。
Awaiting instructions, I have returned. Receiving. Analysis. Awaiting instructions. Transmit. Receiving. Confirmed. For vengeance. Hey, 看被发现。 骑兵啊，可以啊，在 BY 里，那个 W 吗？火重要的那个，我记得是 W 吗？应该吧。 不会说你被打的，对，你要自己看、啊。这个超吃基本功的、哦。对啊，我看当你看到的时候，第一声来不及的时候被猫炸到就没了。啊。我觉得我刚如果按照刚刚那种状况，我被打比较。不好说，小白这个看起来是有模有样啊。 至少会打，真的。我看起来就是用新海二的底子在玩的。哎、欸，毛毛虫要控吗？还是放个药啊？不用控。要控啊！他还要自己去做他的子弹，手动。我知道，只要手动做子弹。他是出 VR 之后再下就可以做了。VB，他盖那个VB，就你说很像蜘蛛那个。 BB 要看现在 BB 就对了。BB 对啊，就是巨像一样乐见。哇，小白醒来，你叫他们醒来，二强。哇，他等下会有很猛的东西出来。 快掉了！哇，就是，噔噔噔，干，小白分数还第二哎，干，小白明明就会玩。哈哈哈哈哈！要三开了，没有？啊，没有二矿，而且我流程错了。他有流程哦，太神了吧！就是我，好猛，漏了一个科技建筑，所以我一直出不了科学球。 不过小白的新海一比新海二强，现在是发生什么事？我觉得你新海一打的还有点样子，但是新海二到底是怎样？哎，拜托，我以前国中就在玩这个哦。
真的是国风在玩的。对，不觉得以前游戏的音乐都做很好吗？哇，这很棒啊，很经典啊！而且我跟你讲，星海一它有非常多的小游戏可以玩啊。那个时候啦，坦白讲，真的比星海二的小游戏 多。我觉得我们现在上美系可能也一堆小游戏，也不一定。真的，没错，没错。然后去宰啦。要去找啦，重点是你要先想起来小游戏要怎么玩，什么小游戏可以玩的、啊。好猛，小白是不是应该来 PK 一场？敢不要虐我啦！干，我跟你讲，小白跟辉打小白还是辉会赢。不好说、欸，不然我打你们两个好不好？我打你们两个，行吧？我想一下，如果要跟你打的话。我觉得我一个打你们两个 ，OK 吧？可以打打看，可以打打看，可以打打看。如果你要打我们两个，来啊，319，那你开啊，都取不到，是不是要开赌盘呢？看，不好说呢。关灯塔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关灯，密码是379啊。但我想一下要怎么打，等一下我抽根烟想一下，要不需要灵感？看我打队都进不去，为什么？你星海二的快攻，星海一的快攻跟星海二的快攻差不多少？我要选什么组？我要选人类好吗？啊，反正你不是要开赌盘吗？开赌盘总要让赌盘飞一下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想一下，我要用什么组？帮我随机。哦，我随机一打二。为什么我有一场赌盘啊？开的，然后没有。那一场赌盘是赢还是输？那一场是你星海二最后一把。星海二最后一把，那我输了，我输了。啊，我开一个新的。我想一下我刚刚哪边做错。其实我刚刚流程应该是对的，是被你闹到那个工兵没有了。哎呀，你已经算强的了啦。真的吗？我很久没玩了。我记得我小一玩的时候，我连最弱的地方都打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前那边一打四，那个是真的，对手是真的不会打那种好吗？那种只会玩无限矿的哈。我不是说聊天室的各位。我是说、当时那个我那个国中网咖里面那些是真的只会打无限矿的、喔、可是那个一打四是因为无限矿关系，我可以盖一堆光炮归起来，归很多兵啊。但如果说是打有限矿的话，一打四真的是有点难。我如果想防你的毛毛球，我唯一的做法就是出海盗机，因为你降下来我光炮也打不住啊。啊，对啊，因为只要我们没拉就被你炸了。我刚刚其实用星海那个自由之翼的流程在打啊，对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农民书其实讲的很接近。哦，所以我那时候看你。我那时候看你直播，你 UI 一好，马上就升龙骑兵的攻速，龙骑兵的射程啊，那重要欸。哪一个乐剑啊 ？W 我不知道乐剑是什么，反正我那个 BY 一好我就先升，那超重要啊。我记得是那个像陨石的符号吧？我觉得那个鬼东西大概比打针还重要。流星的符号吧？嗯，就是那个建筑的第三个啊，因为这个一代的那个。攻击的引擎跟北极它会卡卡的，所以你射程加一差很多欸。对啊，差很多啊，差超多啦、啊！我刚刚我的龙骑兵打不过你啊，因为我升第一个啊。哦，第一个是什么 Able One 那是什么东西？干空军一攻啊！你不是看懂英文？喂、欸，干我哪有时间看啊？一边我也是一个一个看啊。我虽然说这个我没有啦，但是我很多东西也是点进去看，说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像那个 VB 的三个科技，我也是一个一个看啊。哦，干了！我想起来，好像是空军英文，好像是这个空军。等，我还没下赌盘呢，我要下自己，下自己666吧，下自己一六六六好了。
我觉得我会输啊。打预防针。好了，我要下赌盘。干，我只有185奶，我就 all in 了。我要 all in 自己。干，你真的是 man 预防针的。啊，只有185奶，我当然就是要 all in 自己，我跟赢的差别了。所以我要下灰输嘛，对不对？337奶全下了。而且星海的一个点就是他不用像星海二这么早开了，中间塞分再去开了。我扣你是盖比，干、啊、你妈试一下弄一个是不是？啊，电视先机，我觉得合理啦，不然你们两个这样子分开应该是打不太赢我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认真觉得我如果是全盛时期。你们好好练，大概也很难一打。我会把二打一我。来，我直接下去挂王区就好了。User left your channel. User left your channel. 干。User left the channel. OK， 开始了，我随机哦。干他们两个神组哎、欸。我选人类好不好？他们两个神族，我想选人类，我选人类好不好？啊，不行、啊，我刚刚说随机哈，哎、欸，我刚中随机啊，我赌盘随机吗？我可以直接选人类吗？你们觉得这样赌盘会有争议的话，你们觉得这样赌盘有争议的话，我就重开；如果不会的话，我就直接用人类喽。小小机械就被点过啊！现在，哦好。他会帮我做家事。小小机器人。我忘记人类的兵能不能飞嘞？是不能飞啊！可以飞的。
那范围有够大的、欸。架台没有升好。Thank you.
干，修不起来啊！干！操！我不应该用人类的，我应该用别族来打。哎，我用别族给你们打打看。如何？我用虫族给你们打打看。啊！干，太下流了。超下流。Hello。来，我用虫族给你们打打看。啊！哎，可是你知道我们战术了，这样。不会啊，大哥，我还有别的啊，还有别的好吗？我觉得我跟看上一场比起来，有变强一点点。干我那个，你说我？我啦。哦，干我那个 VF 是被打爆是不是？最后好像被打爆了。太衰了啊！干我那个在升坦克快好说。嗯，我看他在转啊，我就第一时间直接看到，直接过去先干他。还好，重组还行。密码换了。时间我密码一样啊！我没有去打理工兵嘛，我在打理建筑。来来，再开再开。那再开一个毒环。干小白，看我们又 SK 了。来，我不行进去哎。你，他们都进来，只有你，你多试几次啊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。我要多试几次了，是不是？来上我想一下哦，想一下。刚都没卡人口，完全就是乱的，不断在想流程要怎么。赚奶赚奶，干！只要像一面倒都下我们下他会死呗。好吗？好了好了，好了啊！干，怎么又变虫族了？我们就是开始啊！然后我们 SK 吧。好。啊，不就是修脸打吧？不要六滴啦，干！一下无图。不要六滴啦，干！不要六滴啦，修修脸哦。会更小哎、
现在无限矿换新打法，真的假的？쓰고 있는 거밖에 잘 모르겠어요. 这还真的守不住哎，这太强了，果然是。干烂游戏，操！User joined your channel。这样是不是有点太靠北？干烂游戏不玩。他那个 BG 是野外面吗？他 BG 有没有野外面？我不知道。我刚刚没看他哎、欸。老莫。User joined your channel。哎，老莫，你 BG 野外面吗？在家里啊。哦，在家里哦。对啊，敢投太强。我野外面太麻烦了、啊。这时候狂战是太强了啦。吐血狂战是该行的。这时候狂战是只有我如果没狗术，根本他就跟神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但有狗术就不一定了。我本来想说野外面啊，但我发现一件事就是，我要先去找你家再野，这样太慢了。真的是烂游戏，你就野在正中间就好了。不玩了，妈烂游戏，赶紧再玩。我觉得
太愤了！我觉得对星海一充满了兴趣。太愤了，这游戏太愤了。好了，不打快攻嘛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打的。我们打快攻，不想打就算了。这游戏太愤了。你们要打快攻的话，我就跟你们打无限矿。等一下、哦，我想一下。不打快攻的话，等一下要怎么打？打快攻就是你要跟你的兵要跟灰人抗衡，不然我可能会被他闹到爆。New Super， 加个电脑帮辉哥，不用啊。其实刚刚人类我觉得我不会输哎、欸，但是妈的被盖一个光炮我不知道、喔。没有你盖光炮你不知道，然后还有你前面机枪兵击中，是怎样？大门关起来，然后你机枪兵出来是出来外面，不在家里。不是啊，那个机枪兵可以那个啊，他可以穿那个框啊，他可以穿那个 B 那个其实没有封，那个是可以穿过去的。哦，那个可以穿过去了、哦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在控外那个光炮那边没有控门口。靠碉堡机，我觉得我打不进去。在转动骑士，可是你的狂人是走进去啊，走不进去对？走不进去啊，所以刚那个封门就是成功的封嘛，你狂人是进不来，但我枪兵可以在外面打。但是一般比赛不会那样子封啦，因为那样封的话，你只要出龙骑兵就可以下面白打，打到爽。他没有那个高地视野啊？出也可以啊，他有办法有高地视野。人类就必须要马上出坦克，二矿都妈永远开不起来。就海龙骑的。其实人类蛮难打的，是不是该打战舰世界？可以啊，累了，玩一下就没力了，你知道吗？一打二果然是个粪游戏。我看一下那个天地上他们都是开什么图好了。可以啊，等你啊，没差。看一眼，关起来了。Open game。开什么 New Super IC Cup Fight Spring， 哇，比赛图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们都开比赛图哎、欸，可是他们这个没有办法辨别强不强吧？电脑会帮烧了。而且这个可以直接两个，这個、可以直接玩直升关模式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哦，对吧、啊？这個、可以开直升关模式，很早以前就有直升关模式。大世纪帝国也有直升关模式哦，真的、哦。两个人选同一个国家选都不一样。好啦，我们打那个吧，战舰吧。好，改天再玩这个。哎、欸，我们改天再玩新海怡哦，回味一下。来，我们再度证明，我们星海二和星海，不论是星海二还是星海一，我跟老魔的组合就是灰的克星。干，好猛哦！你们真的好强哦！二打一中之可不是开玩笑的呢。看，高，他那个重置高清画质版。